热闹的二月，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特选四部历史传奇大戏，陪您共度欢乐周末夜。程云，我把孩子交给你。死了的那个孩子是谁？是我的儿子。葛优、王学圻、陈凯歌的春秋史诗《赵氏孤儿》。我这是佛门禅宗点化法门中的一招，叫当头棒喝。你是存心捉弄老夫？张国立、张默，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《济公新传》。姑娘拜佛吗？不才正是苏州唐伯虎。可要是你输给了秋香，你就要无条件的进京考科举。洪晓明、郑嘉瑜，才子佳人的爱情喜剧《风流少年唐伯虎》。臣锦衣卫指挥使青龙接旨。我真希望这个江湖能出现一个大侠，主持正义。甄子丹、赵薇，《大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夜》，锦衣卫。二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周日电影院。